二十九层高塔的报幕员，洛川新铁路五三号。快点，大家快点！他自诩村花，他语速惊人，堪比华少中国好舌头。他力大无穷，轻轻松松扛起200斤。他还是个大龄剩女，30好几，仍待字闺中。有人说他是奇葩，有人称他快嘴村花。他就是山东姑娘赵美蓉，有请本期主角。好的，让我们欢迎两位兄弟姐妹们，以及爱心的观众朋友们、现场的姊妹们、三位老师，大家好，欢迎欢迎。我来的山东省菏泽市玉林县水宝乡道新村，我和李逵和宋江是一个地方的，你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但今天我们在一起开心吗？是呢，我是我们村三里五里八里十里乡乡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筷子村花赵美蓉，因为我长得好看，他们都喊我村花。所以今天没什么礼物可带给大家，我带来了我自己种的西瓜，所以呢，这个西瓜跟别的西瓜不一样。我为什么长那么漂亮？因为我吃了20多年的西瓜，所以才长成这个这样。我感觉长得最漂亮，除了我还有你。哎呦，太感谢了，谢谢。你尝一下，感谢。昨天你发的微博我都看了，哎呀妈，这个不错啊，我喜欢你的马甲。夸了半天是夸我马甲来了，真是。好，你们想吃吗？你慢慢吃，老师。来，谁吃？给你拿一个，别拿了，给对面用。哎呀，我的腰嘞，真的。你们再拿一个。好吃，好吃是吧？我闻着都甜。这是谁家的姑娘啊，一上来话这么多，你还让我们主持人干嘛呢？要不咱们仨撤。哎，你吃别人的嘴短吧，你这舌头都没暖这儿啊。我问一下那个赵美蓉啊，你说你上来就说村花，村花是你自封的呀，还是你们村都这么想？怎么可能是我自封的呀？这是全村老少爷们都知道，经过海选总决赛评的，我们村3642个女的，这么多啊？对对对，我们村5000多口人呢，但是像我这种一般都是600来个，单个女孩就是我最漂亮嘛。选你们村村花有什么标准吗？你看大家都知道，首先要生下来好看啊，要浓眉大眼的是吧？什么要幸福要健康啊，要有力气啊，然后跑得快啊，干农活呀、能蒸馒头蒸花卷呢、还有打药，还有开拖拉机上溜车，什么都会。我真觉得你这语速特别吓人，这么快。